teacher. Lia Dragos, that evil man is turning you away from me. He's not evil. 自信的神情加上丰富的肢体语言，演员们不止表情到位，搭配上英语的对话，戏剧演出更是难不倒他们，让观众仿佛是看一场专业演出。不过他们都还只是高中生。然后之后我们甄选上角色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每天每个礼拜就会有一天会是排戏。然后会是学长姐带我们，然后就跟着剧本，然后开到最后就是背起来，然后拍戏这样。就是辛苦是会必然，但是后来就是一定会进步，然后就一定就是辛苦，但是后来就会有那个成果出来。透过这个社团，然后让家长，然后让大家知道，就说我们就是经过努力之后，就我们也可以在舞台上很亮眼的表现出来。为了将英语学习的环境增添创意与活泼生动的表演方式，因此清水高中英剧社连续12年每年都在港区书中心举办年度的成果表演，不仅学生有所成长，家长也相当肯定。大部分的家长是非常支持自己的小孩能够在舞台上可以有一个训练自己勇气跟自信心的一个机会。不过当然我们是因为台湾现在是一个非常竞争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形态，所以他们也是非常重视他们的课业。那所以这几年我们在培养小孩子在做这些训练课程的时候，我们都会特别就是兼顾到他们课业，避开就是准备月考的高峰期，让家长可以放心。要演出最佳的角色剧情，学生也一手包办服装和道具设备。而这场精彩的演出透过富含戏剧舞蹈的内容，除了给学生表现的舞台，也增加和社区的互动，让民众可以看到学生们充满创意点子和英语学习的成果。欢迎来看戏，轻松英剧场，耶！记者周慕慧台中场报道。